好啊、哦，今天是看到大家有介绍一下这一款新的游戏，那它的内容有一点吸引我，然后加上现在就是有一个 demo 的部分，所以我想说，我们来试试看好了，没有玩过这一款，可以来哟，说不定这款还蛮合我们胃口的，我觉得可以试试看，好吧，我们直接开始啊，还没试过，所以我觉得。它是有点动作过关的游戏，那游戏里面没有繁体，只有一个中文，只有简体中文。不过好家在，简体中文我们也看得懂，所以我想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。那好，再来是游戏模式，这应该是难度吧？探索不需要过于复杂，就这样试一下好了，没试过这个，不要勇者啦。达尔加是统治阿希尔大陆的三国之一，在城墙后为了即将对来的战争制定最后最优的战略，最优的战略哈、啊。皇家议会陷入了争论，数个小时的深思熟虑之后，这看起来有像深思熟虑吗？好了，可以。战争委员会。严格遵循布里加德将军在信中指明的立场啊、哦！其实这职业我这个游戏里面职业其实有三个啦，弓箭手、法师跟一般的就是你要讲步兵嘛。那因为他现在是 demo 版本，他只有开放步兵，所以我不确定啊。再加上他是 demo， 所以我想他的内容应该可能就是短短的，不会太长。啊，刚好趁这个机会，可以来了解一下，看的是什么样的内容。阿克尔，布里加德，这个应该是拿大剑的这一位。他的计策多次保障了扎尔加的胜利。哦，这是立 flag 的感觉，看来这答案就被突破了。啊啊！这看起来很像瓦尔基里耶。角色设定真的很像瓦尔基里，是下来的这个。我打在没玩过那个女武神，我觉得很像。战火中倒下的勇敢战士啊，不是啊，他们不是在埋伏吗？哪里有经历过什么战火？你是谁？这是你做的吗？真的是女武神，你看是不是超像？我们还活着，要出去。对啊，还活着啊！在你受困那一刻就已经断开，哦，就是出不去的意思了。我们这里有一位大法师，我们可以。这里没有人拥有你提到的那种力量。
我的存在本身就可排除一些怀疑，你必须跟我来，你的命运已不在此处。吼！江水时间，对啦，这里面除了那个什么布里加德之外，看起来是没有什么高阶的法师的那种样子。愿神保佑扎尔加。所以其他人不去吗？啊，也是啊。哎呦，他从没让我失望过。哎呦，真的呢，对啊，不可用哈，工兵跟法师看起来哦，原来用的不是勇者，而是路人。A B C D 啊，好吧，你也只能接受了。不确定他这个进 demo 版可以玩到哪里了，不过就先体验一下，感受一下。这不是出来了吗？来哈，等一下哈，来调整一下游戏难度嘛，对不对？哦，直接更换游戏难度，勇者好不好？直接来勇者，哪有都这样讲，我们就直接来勇者。我们是勇者，当然就是要用勇者的难度来玩，没有问题，没毛病。来，我可能要习惯一下攻击轻重，然后这是格挡，这是跳。好像没有冲刺这东西，没有冲刺吗？好，没有冲刺。好，啊，我前面那群伙伴呢？为什么只剩我呢？利安德里斯。女武神族长，有啦，你给人的妆感是稍微有点年纪。诸神黄昏的勇者，好啊。所以我的伙伴呢？你准备好接受了吗？我也只能接受了吧。战败才有东西看啊，对不对？哦，しまった。女武神就是要把人家丢下去这样子。啊，我的伙伴啊。办法联系上布里加德。啊，不是才一起走没有多久吗？这么快就一个人吗？好，可以攀了。哎，好，如果这样子，哦，可以，你要按着空白键，他就可以抓的。可以哦，好好好好，可以 ，OK。可能就会成功。
看起来没什么难度。七。不知道防御会不会扣？然后吓死我，我是如果爬上爬下应该不难。哦，有格挡值，好哦。爬上爬下，哦，我可以不要现在喝吗？哎，我要怎么上去？好吧，现在是进不去。屁！屁是什么？哦，有翻滚哎。下午我没有设定到翻滚是不是？哎呦，哎，真的有翻滚哎！糟糕了，我翻滚我要选什么？好，就这样 ，OK。哦，双刀哎，新卡。看起来有点茫然，是。哦，再见。的开场就先绕跑，跑跑跑跑，你打不到我，我挡，跑，再跑。滚！来哟、哦！哎、欸，不要嘞！来 ，easy， 果然是勇者哦，就是不一样了。还好他那个翻滚的时间没有很久，我觉得还行还行。蜘蛛洞穴，割韭菜，就又进了另一个洞穴。对啊，又进了另一个洞穴。这好像有可以上去的感觉，但是又所以到底好几组士兵在这里头准备调查。哦哟，有一把剑呢，激活。然后呢？这里下面有个东西耶，这里可以下去吧？哎，不能哎，不能。哎，好，轻松的过一过这个，这可以上去吗？不行，好。
曾经是某件首饰的一部分，所以这个也有一个探险的要素在里面。哦，门开了。接下去的事都是要哦，电视梯喽！好吧，哦，有 BGM 呢。有 BGM， 哦 shit。哦吼吼吼吼。还是被我发现了哈！我觉得那是踌躇，可能有什么东西吧。到底有几只？过来啊，格德摩德！哦，一堆钱钱，哇，还升级呢哈！精通圣物用来配你第一个精通，通常是被动的，所以配用。哦，技能数诶，然后就再哦，好好好哦，啊，可以补血都是好事，好不好？在这种艰难的时刻。有够阴险的，这有什么东西吗？没有。躲屁，马克雷尔。哦，我以为是这个。还行还行，朝着我们冲过来，拖着大家往深处，鞋带掉了。对吧，什么时候你的鞋子有鞋带，你扫在那边。有地图呢，
水哦。这么棒的地图，好哦。封啊，封起来了没？他有任务哎、欸。等一下，这是什么？6+7，哦，还有这样子哦，还有经验值。所以这要怎么搞啊？被当作大餐的士兵哦，所以要去救人。舒服，赶快下来啊！没有这样子这么贼的啦，下来啦，下来啦！不要这么射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。哦，真的快死哎、欸，才20。没了、喔，我刚有记录，没有问题 ，OK 的。哎、欸，阿巴奇诺，雷吉米。哦，我就会瞬间忘记有隔挡这件事情嘛，对不对？对啊 ，demo 不是硬 A 就好了吗？哎、欸，我想说看能不能表到他。OK 的哦，不行，我要等回复。对啊，画面晃动是有开的啦。画面晃动有开，所以玩起来感觉应该还行。哦，来这招哦。骗我没玩过。好，我知道，我一定拿个什么超棒的东西。碎片，哎、欸，好进不去，好不、哦？我的，哎、欸、我，看好啊，用线机关，然后死、欸，
欸欸欸，个盆啊！哎、欸，欸，个盆啊！我闪了！这等下等下，我按键坏了，那个卡在大拇指这边，我不是很好按，不好按啊。没事的，没事的，都知道了，好多。OK 的 ，OK 的 ，OK 的 ，OK 的，没什么毛病。不行，我灯就是要打多打完，说不定有一个成就。我、哦、东西都要重拿嘞吼，那、啊、重拿小事啊，再回去记录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就不用重拿啦、啊。对不对 ？OK 的，嗯，这个也打一打好了。没有龟啊，正常 RPG 流程啊，没什么。哎靠腰，这里哟，太贼了，太贼了。记录会把这个洗掉哎、欸，那我就白打啦、啊。我觉得这里有个什么东西耶，还是我错觉啊？错觉吧，好，错觉。这里可以进去吗？不行。所以我应该走上面吗？好，要救人嘛，对不对？Are you OK？ 好吧，没东西。我真谨慎的，好不好？回复钥匙哦，体力条哦，切换消耗哦，很谨慎的，好吧。OK 的 ，OK 的，小事嘛，对不对？
是 demo 而已，不用太在意。好 ，demo 而已。中战猎犬什么啦？就是一个上不来。我看到上面有箱子，我看到上面有箱子。欸，我不要嘞，我要去拿箱子。可是这里好像也有东西耶。我觉得这里好像有什么。我觉得这里有个什么东西耶，会让人家掉下去的那种陷阱，你知道？欸，可是又没有啊。好吧，不好意思啦，我错觉了哈。想说这地板做成这样子，说不定有个什么很特别的东西。喝水，对。记录喽。他说魔法要怎么用去啊？六加七。阿伯是没那 K 啦。哎哎。You have no mana. 哦。我是不是应该稍微看一下下面有什么？激活啦，哈。欸。哎，骗你过来，然后我再回去。哎，聪明哦，哈。哎，你这样就不对了。你这样就不对了呢，靠。哎，我再补，有种你就在我面前再复活一次。没有嘛？不行，我上面还没探索完。说好的上面呢？这是想干嘛啊？哈！结果这里什么都没有啊，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我以为会有个什么东西的。格鲁帕，哦，这是刚才那两个陀人。所以呢，我的美好的未来呢，哦，在这里是吧？出来啊！
快来哦！我看你要射几只。这个游戏有等级，我就当练等级了哈。快啊！怎么不快一点呢？看啊，你到底要不要有没有关啊？无限再生是不是？那这样我要看经验值是不是真的有用。如果不会提升经验值，我就不要在这边混了。147，好，来，还是147，好，没经验，好，来照。靠，我浪费时间，你老师哎、欸。上来啊！干，上来哦！哦，我好像有东西可以点嘞、欸，这是什么？赤猴之盾，我的装备啦。精通是，哎呀，三点才能点嘞、欸，隔那么多嘞，还不错哦。哦，这玩到目前感觉还不错。哎、欸，啊，我的任务呢？只救了一个，所以这个 demo 就是这一关全部是吗？干飞扑呢？干还有飞扑的呢？我要补血吗？我这么勇敢，怎么可以随便的补血？还可以再撑一次伤害，所以不没有问题，没有到叽里叽里不需要等。还可以再撑一次伤害。好吃，OK 的。这是谁 ？New friend。谁会在满是怪物的洞穴里面小睡一下？你也知道你是火腿啊。米兹格达，偶尔有炸弹哎、欸。所以你要送我炸弹吗？无限颗的那一种。我不能直接出去吗 ？Inosuke， 靠药。开了，所以我要怎么再拿炸弹？我多浪费一颗了，可以再给我一颗吗？哎、欸，啊，我觉得我刚才有经过几个有可以炸弹丢的地方哎、欸，哦，而且是好几个的那一种，我决定我要回去了。要发挥勇士的精神，是勇者就要坚持探索啊，这些东西。
我非常确定我刚才有看到。Teleport。超屌，你都可以把我扛到传送点，为什么不把我直接扛到外面呢？我觉得我有在哪里看到欸，在哪里去了？我想想，各位不要嫌麻烦哈，灯我也懒得打了啦，反正它就是不会掉了。呜呼！我是在哪里看到的啊？我想一下。靠你爬屁哦！啊，这个人讲过了，我想一下哈，我记得我确定刚刚有看过，非常确定，只是是在哪里呢？我需要思考一下。最后一个传点吧，我总觉得好像不是那边。可是我觉得不止一个地方欸，没来没啦。没有什么不是硬 A 的，没有什么不能用硬 A 解决的，好吧？这里啦，靠！是不是？因为这个应该关系到那个。你的任务能不能解吧？对啊，两只了，有没有？可是你升级都不能提升攻击力哦。又要来是吧？没办法哦，我觉得它东西越掉越好哦。这是什么？说不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。它只是它掉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？我就真的不知道。MP 吗？很像是魔力耶。哎，没有大致的不来了呢，哦。
靠，都到后面了，你还可以靠得到。OK 的 ，OK 的 ，OK 的。我觉得，这里也是吗？好啦 ，OK 的，哇，对啊，我觉得玩起来不错，玩起来不错，蛮有挑战性的。船点上面，我看一下你说的船点是哪里。船点上面，你是说这个网子吗？不是吧？欸，可是我炸弹恢复了欸，我要看能不能用这个炸好了。不行欸，这个不知道怎样才能拿到。哦吼吼吼，哦，这个是不是？靠，会不会掉下去啊？会呢，你要不要先过来啦？欸，卡紧的啦！先上去，等下下来好了。有解谜了，等一下再下来处理那一个。靠！欸，蛮痛的哦，蛮痛的哦。哦，我知道了，红色的是来补炸弹的那个。原来如此。哦，看我要死了欸。哦，天助我也啦。
天助我也啦，这个没有办法了哈，就是注定要让我过了。这靠，这怎么那么长啊？这该不会是主要线路吧？你需要 key， 好啦，这该不会是主号？我等下一走又回不来欸。然后输欸，欸，上下加工你好意思，我觉得我总要走得太前面了、欸，这里不是我现在应该要走的，刚才那条水路应该才是我要走的路。靠你！啊！我打这回找人算账。等下再回来找他算账。刚有一条水路，哎、欸，这里。就能永久提升你的这个生命值。对啊，感觉就是刚那边的。哇，好不？哎，我怎么恢复了？我没有补血，好吧，算了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哦，抱歉，我忘记你还要转身时间了。你给我走开！哇，算了。不行，我觉得你后面好像有东西。脏了。哇，真的抓不到哎、欸。
是不是？我就说这里一定有人哈。啊，我都把你救出来，是不是应该给我什么东西呀、啊？这是试玩，对，这是试玩，这是 demo 而已。OK 啊，可以让你充分的了解到这款游戏的。哇，有没有跳一下？看，你可以下来敲到，哎、欸，好哦。我等下再过来跟你打。哎、欸，我才刚来就又要快挂掉了吗？没事哦，传送点在旁边而已。我也是东西都拿完才记录的 ，OK， 所以没事。我只要记得这恶心的。弹太远了吧！我不想理你了啦。哎，再补嘞。反正东西我已经拿了，就不管他了。啊，又来。哦，我顾着看打字 ，sorry， 再来一次。太习惯硬 A 流了。下面可以炸，哪里啊？干，你是不是要骗我？可以过来打？没有啊，看起来就是不能炸啊。舒服。我拎的，我以为短短的而已耶。哦，还可以强化盔甲，所以是被射死的。告知各位，我又要回去存点啦、啊。好啦，至少这个有诚意啦，好不好？太贼了吧！我想过去也不行哦、喔。
难道我一定要自己撞自己才会？哎呀，我也想跳过去啊，这太贼了。所以我要怎么回去？从这里吗？不是啊。哎、欸，我又回来了，哎、欸，我又来存了，哎、欸，怎样？各种哈，各种。所以这是用烧的还是？所以呢，我用丢的吗？不行哎、欸，我要怎么过它会比较好？哎，继续补哈，有损就不要省哈。他刚讲到火焰，我想到一个东西，这里蜘蛛网嘛，怕火烧嘛，那我觉得就用这个。他刚刚有讲到一个火焰烧燃烧的这个东西，我就有点印象，就是他吗？看也不是哎、欸，啊，前面邪鬼打、哦。还有技能要提升的吗？对嘛？释放一股火焰，看起来是可以的啊。可是，啊，真是。地图右边有个碎掉的石墙，哦，这个、哦，我看一下，我们走错哈，我们去看看。哎、欸、有哎、动作太慢了，这个我就拿走了。闪着绿光的东西，哎、欸、靠，这样子讲很难听呢。是最后一次了，
会藏很多东西耶。我下面有没有漏掉的？这里。哇，上下都可以走，其实这样子。哦，我看到陷阱了。哦靠，我跳了。装备护符哦，这个有的搞哦，这个还可以用装备，还可以配技能，然后又有解锁又有动作。嗯嗯嗯。要干嘛？复活羽毛，对不对？不死鸟之尾，好哦。哎 ，what the？来过了，不要再黑科技耶，那 demo 版而已，你也要黑科技？你怎么好意思呢？然后现在这个我要怎么丢啊？好像也没得丢。这边是什么？射我！电木板就不用了。我靠，这要怎么跳啊？我好奇哦，上面那到底能不能跳？哇，不行哎！我觉得他试玩版给的内容还蛮长的，说不定真的就是要到第一关都结束才有办法。哇，过不去，好吧。怕没掉啦！过来啊！哎哎！哇！嘿，再看，啊，那是没那鬼，我想一下，那个是碎掉的，所以。demo 很长啊，对啊，无法在空中进行。啊，果然啊，所有攻击都会暴击。
不要啦，我还要留着用，不要乱爆。哦，一滴血，干嘛要破被抓？我被抓了。哎、欸，用用啊，用用，好不好？不用神啊，不用 KD 啊。靠，我就猜到而已。等一下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那这把用啊？会不会被砸死啊？所以你是可以把石头喷上去的意思吗？没有啊，你骗人。还是我必须要抓两颗石头？没有啊，堵住另一边喷很高哦，看你那么聪明啊，好奶油，厉害啊！我听到一个声音。哦，真的呢！你是不是有偷看过？你是不是有看过？哪尼？对，这是什么？暴走的怪物啊！好嘞，好、哦，又要喷了，又要喷了。这里有石头吗？没有、啊。靠！被阴了！哎，我的！
要抓时间了。哎，不要再乱射了，好不好？啊，算了，懒得理你了。哎呀！哎，我是不是应该装备个什么东西之类的？他刚好有讲装备，可是我好像已经有用啦。拥有，我都已经装了，好像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要讲的哈。来过了，然后呢？我想一下，还要干嘛？这边来过啦。对啊，我在想是不是要堆两个洞啊，就堵中间，堵个最饱最满的那一种。靠腰，不要乱喷。哦，差一点点啊。自动贩卖机，吼，你还知道要卖呢？弹药碎片，六十块尔啦，哇，还不够，还不够。啊，五颗，好 ，OK， 应该最多就有五颗，我还是这个还是很烦，过不去。你拿我，靠！你欺骗我的感情，这样我可以少买好几颗哎。炸的试过了。火的跟一般炸弹都没有办法用，所以我们再猜，应该还有东西可以拿。哦，右边呢？好啊。有两个地方可以炸哎、欸。
来，有没有兴趣？看到这边有没有觉得很棒？有没有想要买来玩？哦，零然后又来，又是这个，靠，这要怎么拿？跳得过去吗？这样怎么拿？我要重来吗？我觉得好像要重来。哎，也不会啊。等二段跳，有得等的啦。都不一定，都不一定，不一定会有拿得到二段跳。不利于蜘蛛。好哦。等一下，有点尿急，我上个厕所，上个厕所。这个还考验你的贼。下面是什么？下面是不知道，所以这边又是另外一条路啊，刚才那条路下面是吧？哎、欸，呜、哦！这也可以抓哦！靠，这人的力气够大哦！
过得去吗？不行。我有漏掉的吗？漏掉的吗？有，下面还有一个地方，看到了。渐渐的，大概可以知道要干嘛了啊。这里有个什么东西？Oh my gosh！ 一定要这样子吗？又升级了。Yes， 我可以点技能嘞。想一下，这是什么？周旋一圈的攻击，我还是求保命好了，所以我决定。这里是什么？这里面还有东西。哎呦！啊，不行啊，这个看不到路太恐怖了，我觉得有点危险啊！哎，我太强了，我居然猜对了。没有没有，再过去就是刺人。对啊，再过去就是刺人。What the？ 哇，这是要怎么拆这条路？这好，哇好哦，前面有平台。这里也有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另外一边。它地图还是有隐隐约约的告诉你有什么东西。这里也是，这个看起来是只能之后再过来了。啊，这个是什么怪吗？没事，什么都没有。真的只能丢炸弹吗？不行啊，没有用。Damn！ 那我要怎么回去啊？哦，这里。等一下再这样走回去。靠，我要怎么走啊？
暗哦。好，算是有找到东西。靠，跳到水里面够血。我以为就是再走上来而已，结果不是啊。好，那么现在我要怎么上去呢？这里不能抓。要绕一大圈再上去一次哦。哦，不对，不是这。到底我刚才怎么上来的？哎呀！没事哈。哦，金银财宝都开了。所以这游戏除了一般的过关之外，它还有加了一些冒险的元素在里面。嗯，就不会让你无聊了。管子吗？烈火宝珠，哦，这个就是烧蜘蛛网的东西。这次总该不会错了吧？对嘛？来，我们可以开始来找蜘蛛网了哈。刚才我们看到那边有一个，好，哦，这样就对了啦。好，我们再下去一次。在，
上去这里，哦，这边。好，拿完了，然后就是要搭这个上去。点火啊，不急啦，不会再上来了。靠，这是 boss 吗？感觉是 boss 哎、欸，我可以再下去吗？既然都 demo 了，都玩了，我们把它玩透一点，好不好？把它玩的透一点。这 demo 我已经玩了一个小时半了，我觉得有诚意。上面没东西了，记忆点在哪里？但是还是没有那个不要这样子嘛，总是有一些错过的地方，还是该处理的还是要处理它，对不对？这边有两个，那边有一个，把那个二段跳是吧？哦，多了呢，哦，被蜘蛛网封起来的地方可多了嘞。像这个，应该是踩到了之后就可以。等一下，那边是怎么过去啊？我都还没有走到那边过。哦，好好好好，好像就要去塞东西了。黑的啊，没有了，消失了。这里也拿了，还有什么呢？这边解的剩隔壁那个墙，他、啊、那个墙是啊，那个也来过了。
直接好像直接传传点会比较快，只是那个石头要塞哪里啊？卖 OB， 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呢？接下来要干嘛？我要走去哪里？哦，不对，我说好我们要那个齁，把它塞住就回不去。这边也是二段跳齁，要回到躲里面啊，快了快了快了，好，还有哪里？有哪里我们没有？然后那个要二段跳，然后这个是不知道怎样才可以跳得过去的。
看一下好了。我现在在这边，那边过不去，前面没有，哦，这边还可以往下，可是为什么往下这里就没有东西？走吧，去看看吧。对吧？是这边往下吧，没错。哎，猫猫安。那好像是指示我可以下去耶，可是我现在好像还不能进去。好，没错，现在还不能进去。哇，就白跑啦！等一下，我的宝珠。我现在没有装火焰的，所以是没关系吗？这样可以下去吗？不行欸，但是看起来那边确实有东西啊。所以我必须装水属性宝珠。他如果做的像那个黑暗城堡的话，就是可能你之后拿到的东西你要再挑地图回来选，也不是不可能啊。接个电话。
好咯，可以咯，继续咯。这个网我打不赢耶，糟糕。来不及哦，没有啦，你写我被攻上，好，我大概知道怎么打。下不应该大跳的意思吗？不应该大跳，好。用走的也来不及啊！我想一下，不要变换攻击姿势啦，差一点，不能放弃。
有了，过了。我有新道具吗？哇，难操控。原来是你偷走的，靠，这样你就可以出去了。哦，哦，打完他就过了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。他这个还有没有什么成就啊？我看一下 ，Soldier。哦，没有，他这个就没有什么成就了。那这样的话，没有什么成就的话，就应该还好。那就过完了啦，哦。啊，也没有真的打到蜘蛛那一只王。OK 的啊，我想一下。直接变新游戏耶！靠啊，我刚玩的就都没了。好啦，就是体验一下，那两个小时多扣掉刚才发呆有的没有的，可以啦。我觉得他这个试玩版算有给诚意啦，给一个段落，这个段落还蛮大的。我是不知道，可能未来或许有什么 RTA 部分的话，可能会更快。但是我觉得这款游戏我会想要玩，更何况。哦，他除了这个职业以外，他还有除了斥候这个士兵的职业之外，他还有另外的弓箭手跟魔法师两个职业，所以我觉得可以买，可以买。那他预计上市的时间点，好像看一下，上市的时间点是在啊2022年春天呐、啊，没有3月22号，2022年春天。那2022年春天的话，嗯，应该也差不多了，快了。OK 啦，我觉得这还算是有趣。它这个故事剧情整个主轴的部分，我想应该会还行。我觉得就算是你整体全部破完，大概。4个小时、5个小时，我觉得都划算。主要是看他到时候的售价，那售价目前都还不知道，知道的是只能先加入愿望清单的啦。好，先加入愿望清单。那游戏名称的话，大家我看一下，可能要去 Steam 那边搜寻一下才办法。啊，大家看到哈。游戏的名称，请直接到 Soldiers Soldiers， 大家去 Steam 搜寻一下。试玩的感觉，整体下来都是对我来说啊，这种类型的游戏，我个人是蛮喜欢的。画面跟音效也都有做，哦，没有是不是很阳春的那种？那之后就等到时候它发行，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整个玩起来的感觉。奶油买哦，哦 ，OK。那晚上直播就先到这边啦，各位早点休息，我明天早班我要来去睡啦，晚安啦，各位 ，See you next time。